讲，我靠，没啊，是搞一身啊。我去外事部，啊，一日才转来，带伊去洗一下面，等下先醒过来。好，米可啊，吃补品，咱怎么行？这病会药好？搁再安尼落去，嘛不是办法了。我计含明星少爷伫饭厅咧等啊。文清，金勇，你敢有想过？等了了，有啥物拍算？讲到遮，实在要说感谢阿舅。若毋是阿舅出面甲我斗相共，反正我嘛无法度坐伫遮甲恁食饭。有代志啊，等下就好，紧食。我无伫个时阵，敢好好读册。嗯，认真读册，后日啊，就会甲你表哥同款，去日本留学做医生，知无？会啦。
有蒋主细汉就足喜欢读册，无的确，佫会使做一个文学家嘞。做文学家更帮助，做医生才有成就。对啦，文生，你回来了后，还袂去见你卡上吼？卡定啊，食饱，你赶紧先转去。林道上和吴将英卡上同款，上早过往。阿公，那安尼，我先来去，有闲才搁过来。好，有时间看来看武将。即阵仔华师傅等咧无闲破咱话的代志，我可能常常无伫咧厝。阿公唔免啦，我伫日本阁有剩一寡钱，阁会当过。遐来看明仔医生，我袂放心。明早你来，我试着甲伊看卖。卡紧转去，恁卡上已经等下在过啦。多谢阿姑。嗯。做某的气不平两人翁，我听讲你今仔日甲两个查某囡仔相亲哦，阴阳怪异。啊，迄哪有要紧啊？因两个年岁加起来拢无过二十，因某听到阴阳安尼讲，心肝内有够轻松，搁甘问。是哦，那安尼因到底是偌大？阴阳怪异，一个无过二岁，一个是十九岁，哈哈，有好笑。这个翁吼，真讨皮疼呢。我来啊，伤早，是毋是甲你吵醒？你衫穿好，咱就来去。今仔日好天，咱出去行行。行咩啊？好痛啊！